上打开，最后的得主是德金钟。哇，每一张都是，哇，每一张每一张，哇塞哇塞哇塞，得痛风得痛风，每次都追尾，就只有一张得金钟，太厉害了。跟陈哥还有我去年的搭档发育，欢迎。哇，这一组人其实两个人已经合作了七年，超强的默契创造了许多精彩的话题，但现在还没有一起抱回金钟过。这一次呢，能不能够夹带着这股气势，一起带着发育、陈哥两个人一起夺下金钟，敬请拭目以待。啊，哇塞，去年啊，抽个签四分之一的几率，我们让这个新闻响遍全世界。今年我们把几率再降低一点，有没有看到？九张得痛风，一张得金钟，不要再骗了。我们一张一张放进投票箱当中，成熟一点，没有所有观众看见把它投进去了，有没有？箱子里面这样一张一张投进去，那是魔术道具。没有，等一下我们再公开。你们时间不是要到了吗？你看一下旁边，我们律师都在旁边做见证了哈。等一下让陈哥抽出一张，真的，我们找了律师，有没有？涂律师，涂律师，图谋不轨的律师就是他，哈。等一下，我们还要先问，你可以一边看，我们一边问一下发育，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可能陈哥会携带着敲金钟再拿金马的气势一起带你上金钟呢？我觉得陈哥呢，今天一定是先敲钟再骑马驾。哎呦，驾！哎呦，哦，得金钟，那这个陈哥觉得金马有没有机会呢？不好说，不好说。但是这个入围已经太令人振奋了啊！够了，够了！我的祖先昨天都托梦了，托梦了！哎呦，所以现在运气应该很好，来趁势、把这个气势拿出来。不要再骗了！有有有，箱子已经准备好，没有，已经准备好，箱子里面都是签，来抽出一张，来抽出一张，你抽吧，随便抽，来随便抽，随便抽。来，我扶着你，你来抽。啊，发育抽吗？好，来。随便抽，因为真的随便抽、哦、啊！你把我们箱子都戳穿了，啊、对不起，所以刚好只剩你手上这一张，把它拿出来没问题。这个真的没有 setting、哦、先不要开，先不要开，没有 setting、哦。我跟你讲，他弄坏的，我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没有 setting， 他没有抽中的是得痛风，没错、哦，没抽。来，抽中的这一张在我手上，我没有调换过，请把它打开来。我没有 setting， 把它打开来，把它打开来。请揭晓，打开。最后的得主是得金钟。每一张都是，哇，每一张每一张，哇塞哇塞哇塞，得痛风得痛风，每次都追尾，就只有一张得金钟，太厉害了，掌声鼓励，好评，十分之一的几率，你说这不是魔术道具，这不是，结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会有生命危险，你晓得吧？好，放心，我的生命就献给你，恭喜陈哥，我们里面请，谢谢大家，来拿这张进去里面。